第十一题，请问此保育龙球密度为多少公克除以立方公分？我们知道密度公式是 D 等于 V 分之 M， 我们需要知道体积跟质量。第十题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体积是20立方公分，题目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质量是 0.6 公克，所以算出来是 0.03。 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保育龙球密度为多少公克除以立方公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.03。